记者詹香娜台北报道，马志祥近来演出 OTT 娱乐自制剧人际关系事务所，与郭书瑶、曹佑宁、王柏杰等人合作演出，与女友感情稳定的他年初受访时才透露希望能在今年完成婚姻大事。金优选的情人节曝光圈外女友正面照，两人一起穿上原住民服装参加好友婚礼宴席，甜蜜放闪，疑似好事将近。对此他回应，结婚是今年的计划没错，但是和好友婚礼没关系了。而郭书瑶、曹佑宁、王柏杰三人配合年节推出搞笑影片，演出过年遇见老人亲戚如何过招。瑶瑶、王柏杰透露没有这类困扰，王柏杰的家人更是从不过问，也不好奇演艺圈，让他自豪很酷。曹佑宁则笑喊，自从卸下球员身份投入演戏后，老被亲戚问新作何时上档，让他小小苦恼。问到过年计划，瑶瑶表示今年家族有个不成文的传统，每逢过年就会有瑶瑶子子模仿大赛，因兄弟子妹多达要六人，团圆时都会模仿瑶瑶的代表作。瑶瑶也乐得当孩子王，和大家同乐，一起打电动玩牌，且笑喊一定会包个丰厚红包给家人。被曹佑宁认证十块计的王柏杰则打算趁休假恶补进度，维持黄金十块计。曹佑宁会回阿嬷家团圆，准备好好的和亲友设龙门。马志祥又金雪在情人节 PO 出女友和赵放闪，反射马志祥爱记人机关系事无所。导演吴建新、左启、王柏杰、郭书瑶、陈维明、曹佑宁搞笑演出过年短剧 OTT 娱乐提供相关影片，影片取自脸书，如早移除敬请见谅。